哪一村的人？我吧。我没有拍过你吗？没有拍过我、欸。你跟那个很像哎、欸。你是哪里哪一村的？大同的吗？还是碧后村？村碧后村。我想念碧后吗？我想念哪里？我想念碧后。国中。高地。能好。高中。高中呢？现在是能好。啊，你还说你是罗东？我住罗东啊。哦，你住罗东啊。对。你先介绍名字。你刚刚说你姓游、哦、我姓游啊。游什么？我姓游，名利。你应该没看过我了。有一个叫林峰还是什么峰？不是、啊、林峰树上面的。不、哦，我也是你，不是你啊？这样跟你长很像。怎么可能？你游家在哪里？庇护的哪里？派出所那边上面。附近。送什么？那个送家的是吗？没有，那个是下，那个是上面。哦，你现在几年级？我们大学了。你认真。怎样啦？你到底要怎样啦？我要。以后要不要念大？你现在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啊，先拿去。我念大学，我已经休息了。你要等老婆生下来拿25块。为什么要休息？来，算头算头。太多问题。不要这样子，我没有空。去念，哎，你身高多高？嗯，身高多高？我不知道呢。有没有180？175？176。那你有没有参加篮球队？有，但那你先拍他嘛，拍我一下。好。要拍照，那你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他拆掉。好。那个电先拔掉。好。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、哦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、欸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侵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侵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那里拆掉，那是你的线了。花小，啊，你在看，好换人。好了，这样叫了。麦克，等一下，你那个刺青剑，我看一下什么图，借我看一下。是。你要看什么图？一个十字架而已嘛。对，十字架而已。谁帮你刺的？我自己刺的。你还要刺哪里？我没刺青啊，我真的没刺，我是乖小孩。哎、欸，你条件很好，去念大学，你在干嘛？考虑你要玩什么？你是不是跟你同学常丢抖音那个？抖音，在抖音上跳舞就是你吧？拿那个宝丽达在玩那个。哦，你有回过我抖音啊？对，就是那个，我知道你上次回过我抖音。你跟另外一个那个谁啊？南澳，你上次回过我抖音。那个环山来的那个。对。对啊，你上次回过我抖音。对啊，你们不是都玩在一起？对啊，还在那个时候认识。先去买一组嘛。对，你先去买。哇，真低潮。你先去买一组。还在那个还没毕业吧？那个休学了，那你先去帮我买一组嘛，宝贝的。他也休学了、啊，你是认真讲吗？我认真讲啊，那你帮我拍帅一点喽、啊。你本来就很帅。我有女朋友喽。你看那个 BB 五蛋。去念。去念大学，你几年级休息？休学？你是休息还是休学？你的手等一下，别再，过来，快一点，别拉我的手。那你拿，那你拿过来呀、啊，我在火车站来接我。你靠这边那个女生厕所，那被骂。啊，快一点呐、啊！他小，真的是罗东人的刀。哎，为什么要你现在是休息还是休学？休息。为什么要休息、啊？休息。哦，休息。等一下我这录你不要，那个。哦，所以你要上传抖音了。那个、香不要拿起来。哦，所以你要上传抖音了。阴唇怎么讲？我教呢。不会啊。你就说。谁会教这个？嘴巴怎么讲？挂。挂。就你的挂屁屁就好了。笑什么都不
要修，现交给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大。女生 ？BB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还有背吗？大 BB。你给我小声一点。大 BB。大 BB。好了。真是苦啊，抖音。现在 YouTube、FB、抖音都传了。你要上传抖音，你要给我看哦，你的抖音账号。也是5-4 BB 啊。啊，你要剪辑啊。抖音，不要那边，可以摸一下吗？摸一下这样。抖音弹起来，抖音只能最长三分钟了。没关系，三分钟就够了。你唱一首歌嘛，你好像蛮会唱歌的。不会唱歌。一句的好朋友，快点。一小段，快点。我不会唱歌的。那会不会讲一点母语？我来讲。来唱歌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教他，教他句子。讲母语要唱歌，那个教一句就好啊。你要唱歌，好唱歌，唱歌。啊，不是吧？好唱歌，唱歌。啥看？你不是叫我拍，你又给人拍哟。快点，也不能不够。你唱一首歌。我不会唱歌的。那母语会不会讲一点？我不会讲母语。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？泰雅族。我选你叫啥？你看呢？我就给你看了，混血还是那个？你直接拍哟。母语会不会？一点，在最后一分钟，母语会不会？不会，我不会母语。好了，这样子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下次拍第二集哈。环山那个叫什么？忘记了。警察来了，警察。因为我上次是在那个全国运动，全国泰雅在乌来拍到他的。哦。你先拍这边哦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马黑布布苏。那个泰鲁格族话，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，超级白怎么翻？泰雅根努比比苏。这样，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因为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？那台语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！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煮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！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重点。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、欸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，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去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，你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对。对，你打，现在打，我等。